Hello. Hello. 咱就是说，现在就是一个开一个大直播。你们能猜到我在哪吗？我在广东，我在中泰附近。就是今天，就是我跟我的朋友前天，我们两个就是一个大社死。我跟你说，就是从来没有这么就是恐惧人群，而且我感觉中泰的粉丝好，就是好热情。然后我今天还体验到了线下的那种打 call， 但就是说非常的有意思。谢谢秋风拂尽月如的十大闪，谢谢。我就感觉中泰和嘉兴路其实真的是两种风格，就我感觉嘉兴路是那一种，就虽然也是很响的抠，但是呢就是感觉不像，就是我觉得中泰是那种更剧场，就是更那种像一个小剧场那种剧场的那种感觉，然后我们的话就是像那种演出，但是说不上来，你们可以自己来体会一下。但都很开心，但看的都很开心。我现在在等大乔，等大乔来了，我们就可以去别的地方了。有被粉丝认出来吗？有。但是呢，咱就是说，就是很恐惧，因为我就是在粉丝堆里边，就真的好多人啊，然后我就穿插来穿插去，就第一次就是跟大家融为一体，因为我戴着口罩嘛，就其实也不是很好认。妆都花了，广州好热啊，有感觉上海跟这个广州一比，那就是冬天。机长了没机？机长的话就是有点，就是太就是怕，就是一个太近距离。我没有在干饭，我一会儿去。我现在就是在尝一个就是天然呆，你知道。保持距离，对，我们要保持距离。就是有些粉丝可能认出来我，然后呢，就会就我可能就是他们离我有一些近嘛，然后他们就砰砰砰就跳开了。然后呢，还有人就是看到我马上要接近了，然后他就把他的朋友拽开了，就很大力的拽。然后我就觉得，就大家的这个意识非常的牛，非常的厉害。就可能别的人都是，哇，看到了，哇，看到了自己看到了没认识不认识的人，哇，就是想去看，然后但是呢，我们的斯纳河的粉丝就是一个，你离我远一点，你不要离我太近，就这种感觉，远离粉丝生活，我离的，哎，咱就是说今天算是离的世界最近，是最近的一次了，就近到我的一个大恐惧，大害怕。对了，我听说好像上海又有疫情了，大家一定要把口罩给我戴起，很爽，嗯，就是很开心，而且我看到有人跟我一起抠梁桥，然后我就是喊的，我太开心了，就真的感觉自己像一个剧。不过我错过了 MC1， 我要是不错过 MC1 的话，我就给他来一句那种，就是我平常在剧场听到的那种。梁乔妈妈爱你，什么？你是我的心肝，你是我的宝贝，你是我的心肝大宝贝，那差不多这种东西。咱就今天特别想给他搞一下子。录播能听到吗？我没赶得上 MC 一，我是后面大哥我才去的，咱就是一个大没赶上，有点遗憾其实。但是就是
剧场的 staff 就感觉挺照顾我们的，就是把我们带进去，然后还给了我一个大伞，也不算给我，就借我了一个大伞。然后呢，我就一直在那块儿玩，非常有意思，所以我还给他了。广州万圣节快乐！对，他们穿的自己的私服吧。剧场的大伞可贵了，对，我知道，就是那个几百块的那个，200还是300来着，就那个大伞。在看啥？然后呢，小乔说他就已经注意到了我们，就我们没有跟他说我们来看公演，然后呢，他就注意到了我们两个在后面，咱就是觉得就是，可能就是一个独特的魅力吧。我现在其实已经有点睡饱了，我不是很困，其实，就是等我再困了，就只能。宝贝，你帮我回大乔一下。行。你帮我回，他说他要带两个朋友一起，你说可以。你睡多久？其实我想一下，我在飞机上睡了2个小时，然后呢，在酒店睡了2个小时、4个小时，乱七八糟加起来5个小时吧。在美术店没有，我在商场，我在商场。后面的人还在看我，对吧？我感觉广州的粉丝好多啊，就是遍布全宇宙，就是感觉这附近全是粉丝的感觉，就感觉好多人啊。看公演爽吗？好，很爽，真的就是你call你自己，就是想call的人的时候，就真的很爽。就是哎，而且我就当时就是有一点激动，就是一个有一点很感动。我坐得远了，坐得很远，我不可能跟粉丝坐在一起啊，那我就是一个那个大不对，就是一个大违规。咱坐的是最后一排，看见我了啊？真的假的？有几个人就是把我叫了我一声，我就是一个被大吓到，可能因为我的头发太显眼了。胆子怎么少了？来，给我解释一下我怎么胆子少。我胆子小，我会去看吗？我不会。我最多就是有点社恐，就是好多人啊，可能是因为今天握手会的原因，就人巨多。我应该上台。我上去干啥？我去的时候，人家都已经演最后四首歌了。就我一进剧场，我就满哪找 staff， 然后呢，还让我把这个口罩摘下来，然后呢，看看我到底是不是就是这个王初文。好家伙，是不是没有看到我？咱就是说，我跟你讲，你看不到我，那真的就是一件很几率很小的事情，因为我今天一天我都在中泰转悠来转悠去，转悠来转悠去，因为。就是很难，因为我跟我的朋友带了一个箱子和一个大包，然后我们俩就不知道放在哪，然后就放到一个地方，然后去后台，然后从后台再拿东西进去，然后又从后台出来，然后去找大乔，然后呢又从大乔出来又去找小乔，然后就是忙来忙去，咱就是今天一直在整个中泰一个大晃悠，就各种楼层就是晃悠。你悄悄跑了，那咱也不能正大光明的就是跟着他们走。然后我就是，我感觉哇，广州的粉丝好多呀，可能是因为就是一个大商场的原因，就感觉每一层楼都是粉丝。
还是挺喜欢广州剧场的这种氛围的，就很像那个几百年前的一个地方。好想去，来呀、啊！我好想来这边巡演，去机场批一波。哎，你说的很有道理。他们下次什么时候公演？在意，我觉得我的风格跟广州好像真的是不太一样。我觉得就不说别的啊，我就以我今天看公演这种感觉我来讲的话，就是而且他们就是穿那个罗裙，然后呢就扎双马尾，就很可爱的那一种。然后呢，而且就是都很小只，就是都很可爱，就是很好。然后咱就是在中间，可能就像一个进居的巨人。我就是感觉我就是在他们面前，虽然可能比他们小，但是我还是一个大姐的那种感觉，一整个棒棒两拳。对，我现在的妆化其实都已经脱没了，就剩眼睛了。而且我感觉这边广州的话，我觉得就是戴口罩的人比上海多，就是大家都戴着口罩，然后目送什么机长也是戴着口罩的。在上海的话，我感觉好少人戴口罩其实，然后呢，但其实就还是要戴的。那可能我在上海就也有点形成了那种不是很戴口罩，然后在这边就是有点不太习惯。不在乎分阿姨吗？啊，是吗？那可能我在上海很少出门吧，广州怕了。对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就是严谨、严谨再严谨。今天戴口罩没人出，区别很大吗？就是我为什么戴口罩？一就是疫情。然后二呢，就是我就是想非常非常的低调，就是一个谁也不要来看我，我就是一个大社恐。怎么会这么？确实，我确实挺大只的。我一开始戴了个帽子，然后后来呢，我觉得如果就是我看到有一些人拍反图嘛，然后我就在想。他们要是一拍，哎，我的脑袋好大，我就不好了，然后我就把帽子摘了。谢谢我们朋友糖果。咖啡什么咖啡？咱要是有咖啡，咱就不至于，就是到剧场满哪跑。吃饭了吗？吃了。不过一会儿大乔来了，他带着他的朋友，我们可能要再去吃一点吧。约美女干饭，约美女干饭之前还要看美女直播。现在哪里？现在在一个商场。那 cos 可爱鬼那是个什么东西啊？今天是万圣节对吧？咱就是说今天应该给你们搞一个恐怖装，但是你知道后面有多少人吗？后面全是人。那明天啊，明天行。对，准备吃饭，我等大乔，这个大乔，6点下班，7点还没到，我要控诉他。我一个大无语，咋就能这么磨叽呢？小乔呢？小乔今天还有工作，他来不了。
就这俩姐妹就是一个比一个忙的，其实我也挺忙的，但是呢就是咱最近不刚刚把那个万圣节特殊公演搞完了嘛，然后就还是有点时间闲着的。真的，我跟你讲，我前两天老忙了，前天可忙，现在就我一个人，没有，还有我的大甜甜，一个美女，她已经累了，我困了，她就困了。啊，我们今天就是在等那个电梯的时候，然后就有一个粉丝冲上来，然后他就问，他就问甜甜，他就很好奇，然后甜甜到底是哪位。然后呢，因为他可能知道就是参加过那个节目的嘛，然后他就来问，他说哎呀，请问你是那个节目的谁谁谁呀，就是一脸的好奇，就感觉就是一个非常有好奇的这个精神。那个我记得我上次来中泰的时候还是去年的11月份，也快一年了。那个美女是谁啊？那个美女是甜甜，她叫刘玉田儿，对吧？不还对吧？去年10月我们巡演啊，10月呀。哎呀，好想好想巡演呀！我觉得广州的这个剧场的氛围还是挺好玩的，就很像，就是早期的我待的地方。宝泰是啥呀？宝泰是什么？想做甜妹了，想穿萝莉塔。就感觉就像我们队的话，就是除了像赵天阳，就没有人穿萝莉塔了。梦回玉中，就是有点那味儿了。也不拦着我穿，就是感觉就是我不是那风格的，但是呢就是感觉大家穿的时候也会很好奇，就是穿上去是一种什么感觉。新歌也能有中台巡演，我也想来这边玩，来去长隆嘛，要去，但是呢就是今天不去，太晚了，几点了？7点了。有人想回沈阳，咋的？你要就是把沈阳重新打造一下吗？其实我觉得沈阳蛮好的，最好的一点就是离家近，我想回家我就回家了。有中式的代入感挺强的啊。什么中式的？鬼吗？喝早茶可以搞一个，我今天吃了那个潮汕的那个牛肉火锅，哇，那个丸子真的很好吃，就随便找了一家店，就是离得最近我们走过去的，就是也没有找那种很火爆的店啊，就是那个火锅就很正宗，很好吃，就那个丸子怎么就能做得那么好吃呢？咱就是说，麻酱啊之类的啊，那我要去玩，我等马玉玲来，一块去。潮汕牛肉真的很好吃，救大命了，真的很好吃，就是真的很好吃。小马可能来不了了。小马来不了。啊？为啥？他因为最近上海疫情有点严重，然后他说可能不让出了，而且你回去可能要做核酸。不是，我能不能回去啊，友友们？就是说，不是，我要回不去的话，我得被叶总骂死。
那我就干脆来这边待一把。那我就干脆待在这儿了。不是，我爱嘉兴路，我爱嘉兴路，嘉兴路最好，我爱嘉兴路。就是说，别呀、啊，别呀、啊，别呀、啊，能回要核酸啊？不叫，不是吧？核酸真的吗？你确定？那我是不是，我要不要把机票改早一点、啊？那甜甜就咱们俩去长隆了，大小乔，嗯。去吧，一会儿商量去呗。核酸要提前预约的。我的天哪，你不早说、啊！我的马玉玲不来了，马玉玲不来，马玉玲，我真的是我大无语，马玉玲居然不来。真的没有出来。他是不真不能来了，我的天。我把上海市的票退了，不敢去，我怕我去了回不去北京了。嗯，啊，北京也很严重。对，所以我北京也严，然后我就退了。没事，你有我呢，你跟着我。迪士尼，迪士尼有啥好玩的？我真的，我怀疑我不是个女的，你知道吗？我怎么就是不喜欢迪士尼呢？我就不喜欢迪士尼，我就是不喜欢迪士尼。就是有一次，我跟王瑞奇去了一次迪士尼，就我人生第一次去，我觉得也是最后一次去迪士尼。我就是真的就对那玩意一点兴趣都没有，就是排了好久的队。就跟一个就是穿着可爱衣服的人照了一张相，我真的觉得，咱可能没有那个童趣。我需要鼻子还是要嗓子？我要鼻子，啊不呸呸呸，嗓子。广州长隆好玩，真的吗？那咱就是一定要去。好久和我们合影一样，你来找我合影不用排队。没买东西吗？买了一顶帽子，我记得是，然后还有啥来着？忘了，好久之前的。其实我觉得也跟天气有关系，如果天气不好，去迪士尼就很遭罪，尤其是热，你知道吗？冷你可以多穿一点，热的话你真的就是你穿的已经很少了，但是你还是很热。晚上还有电音节，哇塞，哇塞，真不错，咱这次一定要去。脸妆很好看，真的吗？我整张脸是我一边就是吃牛肉火锅一边画的，大约花费了十分钟。这个鬼屋好玩是吗？那我一定要去。我什么时候去呢？也就明后天吧。嘟嘟嘟嘟，啊，我真的蛮喜欢中泰的。我要是会跳他们公演，我就是高低也要就是跳一下，但是我不会，我还是老老实实的去重生计划吧。然后咱的那个新公演也要上了，也要开始排练啥的，大家一定要多多期待我们的新公演。哎，黄景适合我是吧？就咱一狠心就是给他买下来了。嗯，好。你来得及可以学啊！我知道，我记得还有一点就有点震惊的，就是他们三角函数不是很多那个道具，那个箱子的那个道具嘛。然后就像我们一般都是有 staff 姐姐会帮我们搬上来。然后呢，我今天看是就是成员自己一人举着一个大大箱子，自己在那儿挪，自己在那儿搬，我就觉得就是很可爱，觉得很可爱。就是人小小的拿了一个比自己还大的箱子，就很有那种剧场的那种感觉，就真的像在看一个话剧表演那种感觉。新公演排练又会很累啊、哦、是啊，友友们，就是我很想就是跳那种我自己喜欢风格的那种 unit， 而且我觉得我的unit 应该是我喜欢的吧，但是听说有翻跟头动作了啊？谁说的？出如不打算换个新粉丝，什么意思？什么叫换个新粉丝？什么意思？你要当我的新粉丝吗？那我就是一个大欢迎。和重生计划比哪个累？我还没学呢。
但是感觉风格，我感觉啊，不是我，我也没听过那首歌什么的，我感觉应该还是继承了我们 S4 的这种风格。新发色嘛，不是发色丑嘛。我又长出来黑色头发了。废土朋克吧，啊！你说土是吗？我可以就言简意赅的把你的这句话形容为你在说土。你觉得我的发色土对吗？哎，我就想知道梁桥去哪了，梁娇。我连大桥都不想叫了，叫他梁娇，显得发质很差。我觉得还行啊。中泰欢迎我。哎，主要今天你知道吗，今天我跟那个控台的还有那种还有 staff 哥哥们一块从那个电梯上下来，然后呢我们就开玩笑嘛，然后我就说这是我的朋友，然后我说他要加入四八，然后呢那个哥哥就说哇太大欢迎，就是一个非常的搞笑，然后问他多大的，然后我说05年的，然后他说那真的就是赶紧来的那一种。就是一个赶紧来，就咱现在能劝一个是一个。救命啊，太可怕了。但是呢他殊不知的是人家可是家行的，你们知道家行娱乐吗，就是一个非常这个的一个公司，就是咱就是一个有一个非常就是明星朋友了。Superstar这Superstar对我皱了眉头。你是 Rapstar 吗？小心叶总玻璃心，他有为啥玻璃心啊？咱们四八不也是这个吗？咱们不也是这个吗？对吧？咱们彼此彼此。我太敢说了，咱就是一个大敢说。认识性魅力的几个，就是我们西湖路的我都认识，就是一块出来约个饭呀，一块出来玩什么的，应该都没有什么大问题。我们俩就还在这个天然呆。好 ，OK。我真的，他分到哪了？拜拜。他刚出中泰吗？我不知道啊，这个人6点下班，怎么能磨叽到7:18的？这个路程，仅仅只有10分钟，只有10分钟。这个大桥，啊，磨叽，大磨叽。我之前跟他逛街，我就能感受到他的磨叽。不过呢，因为他是我的女儿，我就不跟他一般计较了。但他还是很磨叽。经纪公司第一梯队，那是。你看看咱们这一个个大前辈，就是出类拔萃。堵车了不用坐车，走步，他还能走步，他能堵步了呀？是谁不让他走路的？6:30才下班的大乔啊，他6:30才下班。小乔说的6点啊。小乔说的6点啊，那你就是一个怪小乔，跟我没有半毛钱关系。上海出现疫情了，对，我真的我。太恳求了，我就求求你让我回上海。哦，没事。我刚才差点我就把口罩糊上了，害怕。好，有点喷麦，不喷吧，我离麦很远的，其实那是手啊，手手啊。小马被迫退机票了，嗯，哥，我也退机票。对，我们大铁儿他也退机票了，他也办机票了。他本来要从广州直接飞上海的。吃过早茶没？吃过早茶。我昨天吃。好吃吗？好吃，好吃。那明天咱高低整一顿。我要把我的这句话这种话改一下，就你不觉得我又严重了吗？还行，还行，还行。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就是这个祖传，这个祖师爷就在我的正对面，就是。他把我的这个话变成了这个什么什么大，这个什么什么那啥，那个咱们，就是他，我跟你说，就是刘雨田。
没有他，我是没有现在的我。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的我。那得感谢我呀。那我太谢谢你了。你说我怎么感谢你呢？我给你一个么么哒。大可不必。最喜欢哪个西葫芦的妹妹？我最喜欢刘玉田啊，对吧？就是年轻貌美，这个眼睛非常的灵动，非常的闪亮，非常漂亮。然后就是说非常勾人，就是一个大爱猪。都喜欢，对，别的也都喜欢，但是最喜欢刘玉田了，因为他在我对面。会讲话吧，跟我好好学习一下这种讲话文学。讲话文学，语言艺术家。对，这、就是一个大动作，语言的大动作，一个语言艺术家的大动作。我的大动作是跟刘宗彦学的，他天天跟我大动作，我们俩天天一起大动作。哎呀，你们这么一说，我确实觉得我的头发好像不是很好看。主要是我还昨天让姐给我卷了一下，算了，染黑吧。你觉得呢？行，行啊。算了算了，开玩笑。算了。大强，这在哪个鸡蛋？什么三个鸡蛋？渐变，其实有点渐变，下面有点黄了。今天全院怎么肿成这么圆？调染，调染是什么什么的染法？我其实有点想染黑色了。但是我染黑色，就是又感觉很闷。整个绿色，那你找得过来？我们队已经有好多个绿色了。就是他们不是想染绿色，就是他们染的是蓝色，然后染完蓝色以后呢，就掉成了绿色，你知道吧？粉的，那要漂头发，我要搞一个深色的，就是我上次给你们发的那个颜色，我们还在等你们，就是那个深棕色。怎么了？又开始变卦了？没有问，他有点远离我们。我说问他找不找得过来。远吗？中台北不远。好的好的，没问题。他让我们不要动啊！不要动，那我不动。我本来也没有想动。扎个刘海。我剪刘海的时候，他们都跟我说为什么想不开。就是我今天来了中泰以后，就是把我的这个社恐最起码治好了很多。我之前不社恐的呀，就今天我没有想到中泰怎么那么多粉丝，好多好多人啊，好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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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人啊。中泰这么火吗？好厉害。离中泰太近，粉丝会跟过去的，要先跑远一点再回去。啊，我觉得粉丝还是很有，就是很有那个，懂吧？就是很有那个自觉性的呀，还会跟过去。啊，完了，我们的群里在说，今天去迪士尼的话。先别回中心，要直接住酒店。我天哪！啊，那我出来是不是一件正确的事情？确定。天哪，谁啊？哪个前辈去了迪士尼啊？天哪！啊！别呀，那个确诊的人他为什么要去迪士尼呀？他是不是有点大问题？
不用回上海，直接中台待遇。那你让我去哪个队啊？哪个队可以收留我？我没去迪士尼，你从哪句话听出来了？我去迪士尼，我在广州，我在中泰。真自己随便去。哎，如果我没有记错。是反着比就行了。生死不过呢，我就是很，我还是就是就出于就是喜欢吧，我还是挺喜欢就是中泰的剧场，就是很有那种感觉，你懂吗？就是真的像就是演就是开心，就真的很开心的那种感觉，就没有什么压力。小程序一，而且感觉就是离粉丝的距离和那个加速路也是不太一样的。在等大家，对啊，在等大乔，大乔来了。小宝贝，我来了。大家好，快喊前辈。谁两个都是哦，前辈好。你是沈阳几期？沈阳几期？上海几期？我是上海几期啊？社恐，社恐不咱别社恐，非常好接近的一个前辈。8.59，我跟你同期。哎呦，同期好，同期好。啊，直播太闲了。你好，我叫。你连他都不晓得是谁吗？我知道，就是这不用站起来。我太知道了，不用这么尊重。我知道，他就太知道了。就是哇，你们的今天的妆非常好看啊！哎，哇，你快坐下来，求求你！他因为这个妆没有自己给站。对，是我的原因吗？你也不简单啊！我妆肥上了一把，买了两个，是一个的。他说的是你的妆，你看你全是啥子样子？我全长这样子。老乡。对。你好。Hello。叫我甜甜，我听说了，我也听说了。哦，我已经给他们介绍了。对，最小的一个，叫他色纸。对，他是零零五，零同天吧，05年，小鼠小鼠，厉害。哎，你真的打一轮？我跟他一轮，我跟他一边打，我跟他一边打，像吧？一点都不像吧？完全不像。Oh my god， 其实还好了。这怎么？只有长得虚岁有点。行了，咱们就是几月几号的呀？3月3号，还好，没有，还好，9岁多一点，对，9岁多一点。这 MC 已经开始了是吗？咱们要不要自我介绍一下？交际，这个交际非常不错。想吃什么呀？想吃什么？天冷四川话，当然，我太喜欢四川话了，我会说四川话。大吓人，太害怕了。9.5，我觉得我应该算是吧，因为我比17早，比97晚。比97晚，那你9.5？对，你是？我是97之前出的。啊，你是几几年？几几年来的？我是17年。那我要比你小，我18年。有点印象。啊。我们俩连过麦吗？没有。啊对，我们吃什么呀？没概念。都行。都可以。你是哪人啊？大连，东北。东北人啊。那是。咋害怕？哇，好酷啊！就是很有那种可以嗨、可以玩的感觉，好酷啊！前辈好酷。我觉得我是时候一个大撤退了，再见，拜拜。我要去交际了，我要去聊天了，再见。
玩的开心，好的，啊，交心。